周润发妻子陈慧莲回应富商家庭背景，感慨父亲是坚强的人。来源：网易娱乐据香港媒体报道。外界一直盛传周润发妻子陈慧莲的父亲陈守林是新加坡富商，而且家族相当显赫。对于父亲这个谜一般的背景，发嫂陈慧莲谦虚表示，似乎是你这样看，但我可以说家里是做生意，贸易生意。发嫂陈慧莲父母在她11岁时分开了，她在父亲及祖母的照顾下成长。由于自己是大姐，还有一个妹妹及4个弟弟，所以让她自小已建立了独立坚强的性格。发嫂陈慧莲直言其坚强硬朗的个性是深受其父所影响，他当时生病，好多药要吃，20几种，但每一次都没有会听到他和你说我好辛苦。后来医生和我讲爸爸的情况，我才知道可以想象到他的痛苦。你可以想象他的坚强。被问到兄弟姊妹中，爸爸是否最疼爱自己？发嫂陈慧莲笑笑谦称，一定最疼爱女儿，不只是我。虽然自己要嫁到香港，但发嫂笑指爸爸并无不舍，因为他与家人也会飞来香港旅行。后因宝宝小产事件，发嫂爸爸更在香港住了一段日子，陪伴他度过人生低处。发嫂也承认父亲失去外孙，对他亦甚有打击。分享，赞相关阅读。